Deep Dive Dubai 其实就像一座沉默的亚特兰提斯，各式各样的房间设定，就连一整台的 F1 都有。好，各位早安 ，Morning， Arm， Good morning， You good？ Yep， You look，、oh, We look like very excited， right？ Yes。So where are we going now？ You want to spoil the secret？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呢，因为今天也是我在杜拜的最后一天，我等一下就是做完早上这个活动呢，我就要离开杜拜，然后要去阿布达比了。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要去潜水，好。在沙漠潜水很酷，我跟你说，因为其实我之前在 Instagram 上面就看到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地方呢叫做 Deep Dive Dubai， 它是全世界最深的。哦、yeah, we like excited like baby， 就真的我们很兴奋。Yeah. 这个是一个机缘啦，就是我之前就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这个他们的讯息，好像是去年才开的，然后还有个全世界最深的人工泳池，好，最深的深度是60公尺。那我来到杜拜，我就觉得。好像不去很可惜。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价格贵的跟什么一样，1200块 AED， 等于是潜一个潜水哦，一个气瓶就要10000块台币，这个太夸张，我是不会自己出钱的。所以呢，我就写信给他们说可不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也马上回信，他们说很乐意，然后说 I can bring one assistant， so today you are my assistant， right？ 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刚好 ，Arm 他也有那个 driving license，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然后他就假装是我的助理就对了，哈。然后他们也很 nice。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从市区开过去，大概20分钟，然后就直接来看一下那边的人工泳池，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下到几公尺深 ？Yalla Bina，Yalla Bina。好了，那从市区开过来半个小时不到，就已经来到了这个 Deep Dive Dubai 3D， OK， Dive into another world。 How do you feel？ Excited， excited。 他比我还兴奋。好，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听说很 fancy。外观非常 fancy 的 Deep Dive Dubai， 一走进去就看到那个传说中世界最深的游泳池，到底有多深呢？大概就是一台波音777的长度，15辆的巴士，或者是32台轿车，超过1400万公升的水，也可以装满6个奥运等级的游泳池，酷吧？可以容纳十几只的大赤金哦。但最酷的还是游泳池里面的设施。但现在先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一下这个 Deep Dive Dubai。装备间是我看过全世界最棒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太扯了。小弟我虽然水肺潜水的经验还没有到很多，但去过那么多国家潜水，这样规模的装备间还是头一次看到。潜水活动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泳池内安装了超过56个监视器，随时检查参加者的状况，如果有突发状态的话，还能用广播通知哦。
你有看过可以容纳12个人的高氧舱吗？这可能比许多医院的设备都还要高级，因为这就是杜拜啊。这是我看过最酷的设施，竟然在这个 Dubai 这边，竟然他们有自己的减压舱，这是想都想不到，而且超级大，你是可以在那边 relax 的，而且不是像那个胶囊的，台湾好像都是胶囊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太舒服了，还有 WiFi， 那你要在那边上厕所也是都 OK 的，重点是一个沙发，哦，太舒服 ，so cool 。再来是整个 Deep Dive Dubai 最昂贵的地方。其实游泳池的水都是淡水，每六个小时就会通过细质火山岩过滤一次。用的装备和 NASA 合作开发，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过滤技术。好，那现在拿到了我们的 wetsuit， 就是我们的防寒衣。但其实这边是可以不用穿防寒衣的、啊，但为了拍照起来比较好看。为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这边的水温呢，终年保持在29度、30度，超级舒服的。所以我们就穿了一个薄薄的衣服而已，就是那种潜水衣。OK， 这个应该只有1米吧？大开眼界，真的是太扯了。你知道这个杜拜 Deep Dive Dubai 它花了多久建造吗？它光整个挖洞哦，就花了7年，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呀，这个神奇的 Deep Dive Dubai， 顺便去换衣服。好啦，就连这边的更衣室也超级的高大上，你看后面全部都是。You ready？ 啊？好，我跟你说，每个人经过我们都说，绝对是值得的。好了，换完妆，准备出发啦！准备下水喽！哦，对了，不用担心很冷，水永远都是温暖的30度，这点非常的棒。而且一下到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不是下面的景观，而是竟然还有音乐可以听。
Deep Dive Dubai 其实就像一座沉默的亚特兰提斯，各式各样的房间设定，就连一整台的 F1 都有。这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这个等压休息室，玩累了可以进去休息个五到十分钟，再继续往上观赏，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潜水很不一样呢？
太爽了，太酷了。潜完水后，在 B2 还有一个可以容纳80个人的餐厅，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好了，各位，那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这个 Deep Dive Dubai 了。我跟你说，绝对值得。Is that what? Amazing experience. So amazing. We look about and hungry, and I recommend whomever coming to Dubai to try it. You have to try it. 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它里面陈设，各个房间陈设不太一样，厨房、游乐间，然后还有车子，你都可以进去里面玩。所以我们刚刚是前50分钟，我觉得时间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完全随便你玩。对，那个教练他也是会帮你拍照，那他会说大概2-3天以后他会把 raw footage 就是原档全部传给我。那相信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过瘾。好，我觉得虽然价格有点高，但是我觉得杜拜就是这样子，很多东西你一开始会觉得它很贵，但是你尝试过后你就觉得太值得了。OK， 我觉得来杜拜就是眼睛闭着卡刷下去，你就会得到很美丽的回忆。